这个不算，有多帅？哦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但是撒要撒在位置上。我们这用的是全牛肉的汉堡，建议的熟度大概是5到7分熟，把它当成牛排在吃。对，断面秀，断面，断面。哦。先把它插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倒进去，拉干，有没有？然后倒进去，帅的嘞，全部滴出来了，大哥。今天晚上9点，问今晚住谁家，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